有一些声音它已经很遥远，信仰的伟大，但我们从不曾忘记。为了新中国前进。有一些声音它似乎很寻常，却让我们满怀崇敬，永不忘。有一些声音它也许很细微，但我们始终能听到。我们的生活富裕了，洪流与小溪汇成岁月的华章，使命与梦想构成时代的交响。这是我向往的中出奇兵，立下照耀千中国。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致敬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致敬奔腾的时代。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百年恰是风华正茂，百年仍需风雨兼程。那么今天就让我们开启时代之声，聆听百年乐章中的凯歌嘹亮，凝聚百年风云中的国人记忆，诉说百年征程中的中国故事，去感受一部部经典作品背后的时代力量。江姐，原名江竹君，四川省自贡市大山铺镇江家湾人，是中共地下党时期重庆地区组织的重要人物。江竹君在万县被捕，关押在重庆国民政府军统渣滓洞集中营，遭受严厉酷刑，仍拒绝透露党的秘密，于1949年11月14日牺牲于歌乐山电台蓝亚刑场，年仅29岁。
我是陈巧如。江姐这一角色，我在舞台上塑造了太多次。她在党旗下立下的誓言，是她永不变的承诺，就像一面鲜红的旗帜，引领前行。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川剧，烈火中永生，走进江姐，走进她的时代。我们来到了一座充满着红色记忆的英雄土地重庆。那今天伴随着我们一起的是川剧名家陈巧如老师，我们就共同走进本期的时代之声。大家看到我手里拿了一本相册啊，这本相册可以说记载着现在由陈巧如老师可以主演主创的一部现代题材的作品，叫烈火中的永生。对对对，这些照片您给我们介绍介绍好不好？这张就是江姐到了华容山，和双枪老太婆，然后把重庆的一些文件啊、信息啊，还有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到哪一步了，应该做什么，带到这个华容山。这张是江姐被捕的时候在渣滓洞受刑，江祖君江姐。这张就是在那个渣滓洞绣红旗的时候，最经典的一个场段，我们运用了就是那个体操的那种彩带的。然后做一针和线，然后来穿针引线的一种绣红旗，一种美化，线而长，线而长，那个跟着那个歌词，我们看到这是有了艺术化的处理，对，彩绸的运动。这个就是那个要把他们转移，要把江竹君和许云峰他们转移的时候，这个难友们说肯定凶多吉少，最后他就义的那场，就到了这个，这是最后的这个最后的片段，就每一个人像一尊雕塑一样。江姐唱着这个《红梅赞》，然后看着一个一个的革命烈士，为了我们的这个信仰，为了我们新中国，然后不屈不挠的牺牲，这种精神。哎，说到这张照片，我不知道您见过没有？见过。这张照片可能很多人可能第一次看到。对，这位就是江竹君同志，这位是他的先生，这是他的儿子，两岁的时候叫彭云。那今天这样，今天咱们的这期时代之声啊，我们就沿着江竹君江姐的足迹一起去探访他的红色之旅，好不好？好，来走，请。哎，陈院长，咱们这个川剧《烈火中永生》是在去年是吧？2020年的时候开始构思的。对，就一直在想，建党100周年，我们居然拿一个什么戏来呈现出来建党100周年？以前我们剧院的三出戏都非常有名的，一个《红颜》，一个《寻风》，一个《江姐》，你单拎排一个，我们觉得好像又单一了一点，所以呢，我们后来想了一下，就用《烈火中永生》，以江姐和许云峰为主，还有声明侠、双枪老太婆，反面的呢就是徐鹏飞、蒲志高，然后以这样一种群体的戏呈现出来，就不再是聚焦某一位英雄先烈，而是一个群像的这样一个概念，对，一个群像。今天啊，我们来到了经常提到的渣滓洞的旧址哈，看到这样的一个场景，我觉得真的是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慨啊。这个地方我在十几岁的时候来过，那会儿印象就是感觉就很可怕，有点恐怖，走到这个地方。但现在来到这个地方，特别是演了江姐以后，感受大不一样。欢迎两位来到，你好，欢迎，欢迎两位来到渣滓洞监狱旧址参观。我是这里的讲解员张晴，接下来我带两位走一走，看一看，好不好？太好了，谢谢，来这边请。好，
两位老师，现在我们进来的就是原来渣滓洞监狱旧址的刑讯室。像我们这个房间里头看上去不大，但是实际这里头大大小小的刑法一共有108种，刑具有48套。根据我们档案的记载，当年江姐这些革命者都曾经在这个房间审讯拷打。当年江姐就是受完这个竹签子刑法以后，真的叫血肉模糊，遍体鳞伤，拖回他的牢房，十指连心啊，对，很痛。想想跟他关在一起的这些难友们，肉眼直接可以看到手上的白骨头，我们可以感受到那是有多痛。所以这间刑讯室确实给我们今天带来的是阴森恐怖，但是同时也看到了我们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他们的这种坚强的意志。但也正因为他们这种坚强的意志，才让我们看到了今天这样一个崭新的中国。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渣滓洞监狱旧址的内院，内院就是当年的牢房区。比如说在我们身后看到的一楼一底，这就是16间南牢房，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我们正对面的这个软化墙，这个当时就是这么写的字。对，我们跟以前是一模一样。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青春一去不复还，细细想想，任凭此时与此地切莫执迷。我们可以做一个设想，如果是我们自己被关在这个地方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我可以很明智地告诉自己，这些东西都是来软化我的，我可以不理它。但是当你在这个地方关押了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你还出不去的时候，他们还不停地用你的家人用你的孩子来要挟你。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在无形当中你的意志会坚持不下去。所以说为什么烈士们他们的这个遗诗里头不断地在强调意志啊是在毒火里面熬炼。啊，是上下铺哈。哎，对，正常的牢房都是打地铺的。哦，都是地铺。对，当时整个渣滓洞一共是18间牢房，2间女牢房，16间男牢房，2间女牢房都是这种上下铺，其他的16间男牢房只有4间有上下铺，那4间被作为了优待室。他女牢整个只有2间，对对对，就是这间和那间。对对对对对，现在那边被作为了展示，然后这边就做的一个复原陈列。其实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被褥呀、上下床呀，已经比当时他们真实的情况好多，条件好很多了。哎。我们现在来的这个房间呢，就是当年的南牢房楼下第4的一个房间，所以平时我们会称它为楼下4室。在这里头呢，我们会看到一些文物，表现他们乐观主义精神的。虽然身陷囹圄，但是我们仍然在学习如何学。我们看到的这就是他们的笔和砚台，可以这样理解。笔，竹签子做的笔，削的，对，看着好细哈。对对对对，就是吃饭用的那个筷子，掰一块下来，你把那个笔尖弄得掰得很尖，做的竹签子笔。砚台是什么来的？喝水用的那个碗，碗破了，但是碗底是好的呀。哦，留那个碗底。翻过来，然后那个睡觉的棉被里头一定有棉花，对不对？把它绑上去。取一头棉花出来，烧成灰。哦，把那个灰就装在那个碗底里头。我还在想这墨汁从哪里来。滴上几滴水，这是不是就是墨汁啦？这就是当时他们自制的学习用具。看到这样子的学习用具，让我想到了当年也是在这里被关押的江姐，当时写了一封托孤信。是不是就是拿这样子的工具来写的，对，来完成的？也是用这个来。对，很多人他们写的那种，你看上去字比较小的，都是用的这种竹签子笔，粘一下写一下，粘一下写一下。今天既然来到了重庆啊，我觉得咱们俩不妨啊，就去找一找这封托孤信，看看到底在哪里，好不好？再次感谢张老师，谢谢您的讲解。没有，辛苦，谢谢您，没有，谢谢啊，我应该的，我应该的。
两位老师好，我是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讲解员左周，这边请。现在咱们看到展柜当中陈列的就是江竹君的一封托孤家信了。1962年11月20号，当时还是重庆市博物馆举办了一次烈属座谈会，在会上江姐的表弟谭竹安，他表示自己手中就有一封江姐在牺牲前写给他的托孤信。我们可以看到这封信上有一些模糊不清的小黑团，都是当年江姐反复修改留下的痕迹。他在信里面呢，可能现在我们看不清楚他写的是什么了，但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段话，他是这样说的：我有必胜和必活的决心，可话又说回来，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假如不信的话，云儿就交给你了。叛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这封信包含了一位革命母亲对儿子深深的期盼。因为我知道陈老师呢，他在川剧的《烈火中永生》啊，有很多大量取材了事实和我们之前的这些先进的事迹啊。我不知道您在这个托孤信这一个环节有没有涉猎？我们虽然没有涉猎这个托孤信，但是我们有一段这个戏呢，是在江姐就是做这个老虎盾啊、竹签啊、拷打这些，最后徐鹏飞他没办法，你可以不说，但是你要替你的孩子想想。今天我在看了这封信，可能他最担心的还是孩子不要落入这个敌人的手里。所以我们在这个戏里面有一段唱的，每次我唱到这里，我的感触都非常非常的深。他也是有一个思想的斗争的哈，一面是亲情，一面又是这样子的一个信仰。哎，我记得在咱们这个《烈火中有声》当中啊，包括江姐形象塑造当中，都有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片段了，就是绣红旗。绣红旗，对，我听说就在重庆也有一个地方专门陈列着这样的五星红旗。是的，我们一起去。一起看一看好不好？好的，谢谢，谢谢你。你好，两位老师好，你好，我是白公馆景区的讲解员黄春燕，欢迎来到白公馆参观。你好，哎，我听说就在白公馆有一面特殊的五星红旗，是吗？是的，这里确实有一面非常特殊的五星红旗，我们可以去看一看。太好了，那我们一起去看吧。好，这边请。两位老师现在看到的就是白公馆的这一面非常特殊的五星红旗，两位可以看一下它的材质有什么不一样，比如这面红色的布料。哎，上面有点印花感觉，好像是那个我们被子用的，是不是那个被面？哦，这个五星好像是纸做的，是不是？对，这个被面呢是当年罗广斌同志带进监狱的一个红色的绣花被面，然后当时星星呢是用狱中所使用的黄草纸做成的。黄草纸，草纸，是他们自己剪的，用手撕的，用手撕。那他们在绣红旗的时候是在什么样一种契机下呢？当年关押在白公馆的这些革命志士呢，都是一些国民党认为案情较重、身份级别较高的。然后当时关押在这儿有一个黄显生将军，他的身份级别较高，所以呢就有每天看报纸的这样的特权。所以他就从报纸里边得知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就告诉了这里的这些同志，所以按耐不住喜悦之情，就一起悄悄地绣制了这样的一面红旗。我们经常在舞台上在荧幕上看到是江姐绣红旗，对，那个陈老师也是在舞台上也塑造过这一段。是因为当时这个真正红旗的绣制者呢是五名男同志，但是后来这五名在127大屠杀的时候呢，四个人全部的遇难了，只有罗广斌一个人成功的脱险，所以就将这样的一段真实发生的写在了红岩小说里，做了一些艺术的加工。星星摆放的位置是他们根据自己的一个想象，像这颗大星呢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四颗小星代表着40000000同胞紧紧地围绕在党的周围，这样的含义。当时我们也想就是按照红岩小说里的这面旗这样来绣，后来呢我们也想应该是怕就说更多的跟观众不理解啊，应该是五星是这样的哈，所以呢我们还是
五星大星在这里，四个小星在这里，实际上我们也考虑到了这些方面。就这一面红旗，它不仅可以说见证着重庆这块土地上的一个革命的一个历程，它同时也象征一种精神，那就永垂不朽的红颜精神。我们在此向我们的革命先烈们致敬。谢谢，谢谢黄老师的讲解，谢谢。刚刚这一路走上来，看到了很多红色的旗帜，从党旗到国旗，再到我们现在看到的军旗、团旗和少先队员旗啊。其实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它代表着是一种革命精神的一种绵延不断哈、生生不息的这样子的一种寓意。所以就像红颜精神一样，一直要传承下去，发扬下去。是的，所以我们这台戏呢，也是烈火中永生，永远的传承下去。哎，其实跟你们的这个想法其实不谋而合哈，也是希望有一个英雄的群像带给大家。哎，你好，主持人好，你好，陈老师好，你好，你好，我是重庆高乐山烈士陵园的讲解员冯竹君。你好。那现在呢，我想为两位介绍一下您面前看到的这一尊名为“浩气长存”的烈士群雕。浩气长存哈，对，那咱们过去看一看。好，来 来，陈老师。现在呢，您所看到的这一尊雕塑名为“浩气长存”，于1986年的11月27日竣工，由438块红色花岗石凿成。这座雕塑呢，它一共分为了四个面，而四个面分别寓意着四个不同的主题。正对我们这一面的主题呢，叫做“宁关不屈”，它所展现的呢是革命者们视死如归的精神风貌，以及震撼天地的浩然正气。左侧的主题呢，名为坐穿牢底。其实啊，当年被关押在狱中的革命者，大部分都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原本呢，他们也都拥有自己幸福美满的家庭，他们深知自由对于他们的价值和意义。可是呢，革命先烈们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甘愿奉献出自己年轻而又鲜活的生命。右侧这一面的主题呢，名为前赴后继。那么它所刻画的就是一个非常坚固的战斗群体，它所象征的是一个人倒下了，后面还有千万个人迎上去，而他们紧握在一起的双手象征着他们是为真理而战。后面的主题呢，名为迎接曙光。革命者们呢，好像已经听到了解放军的炮声正在大地回响，于是呢，他们在狱中亲手缝制了一面五星红旗，希望呢能够等到解放的那一天，打着这面红旗冲出牢房去。其实刚才我在听你介绍的时候，我就很自然就会对标很多的革命先烈，比如说你说到红旗，我就会想到江竹君，为真理而战，我就会想到这个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陈望道，还有刚才说到了一个，我想到了方志敏。一个人倒下，还有千万个人迎出来站上去。今天啊，我们来到重庆啊，通过一张张照片，通过一封信件，通过一面红旗，都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了像江姐这样子的红颜英烈们他们一些感人的故事。那我想，既然今天咱们来到了歌乐山烈士陵园，是不是也把我们最崇高的敬意献给他们呢？从成都到重庆，从川剧江姐到川剧烈火中永生，作为新时代的戏曲人，我一直相信，在舞台上演绎的江姐不仅仅是一个人，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不仅仅是她一个，而是众多红颜英烈的缩影。在这里，我想把川剧《烈火中永生》唱给你听。
忘义甘苦共餐，甘苦共餐。独行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心，是新中国成立后为纪念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革命烈士而修建的纪念碑，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纪念碑。1949年9月30日奠基，1958年5月1日揭幕，
纪念碑座竖腰部四面镶嵌八幅巨大的汉白玉浮雕，分别以虎门硝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争、胜利渡长江为主题，生动而概括地表现出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28年来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斗争史实。1949年9月30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耗时9年，八组巨型浮雕定格在纪念碑上，这些浮雕记录下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历史瞬间。究竟是谁雕刻了他们？今天我们的时代之声就从这里开始，让我们走进人民英雄纪念碑，走进他的时代。王老师啊，当时是在哪年想到要创作这样一个现代题材作品，而且刻画的又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题材呢？这出戏最初应该是2017年底，到2018年我们开始就是酝酿策划，当时是为了2019年，也就是我们建国70周年啊、量身打造这么一出戏。策划这出戏的时候也有好多种版本，比如说最早是演的一个老石匠在北京这个培训期间，他接到了家乡这样那样的信息，然后想到了当时这个纪念碑上的这些浮雕啊，这些故事啊，是这样叫一封家书啊。最后来呢，因为我们知道人民英雄纪念碑当时有12个主雕，还有30多个副雕啊，来到了北京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雕刻。我们这个剧种叫河北梆子，而且呢，河北曲阳又是著名的石雕之乡，所以说把这个故事的发生地写到了河北曲阳。当时我们是这样想哈、就是说我们每天从天安门前过的时候，纪念碑都耸立在那里，我们就知道它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建筑，当然我们也知道它是一个非常有历史含义的重量的这么一个建筑，但是这个建筑，这个纪念碑建造的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所以说我们就想用这个大的主题，用一个小的视角啊，来写人民英雄纪念碑背后的故事。比如说开幕曲，我们的音乐里头就有国歌，有这种音乐元素，但是我们的光一起或者是说幕一拉开，我们出现的是河北石雕之乡河北曲阳的这个场景，而且我饰演的石匠石老爹正在讲着世世代代他们石匠讲的一个故事，叫最好的石匠啊、从前有个老石匠他上山采石头啊、被太阳晒得头昏眼花，他说太阳可真厉害，我要变成太阳。他变成太阳以后，太阳被云遮住了，然后他说云厉害，他又变成云，然后云呢又被风吹散了，他说要变成风，风又被山挡住了，山他说最厉害，可是这个时候来了一群石匠，
拿起锤子就叮叮当当的凿了起来。他说，哎呀，神仙呐，天底下还是石匠最厉害，我还要变回石匠。所以说我们这个戏从始至终贯穿了一个就是石匠最厉害这么一个主题。所以说这个石匠就是人民的化身啊，所以说我们这出戏就说它是从人民出发来歌颂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是这么一个大的主题。从参与创作到后来推到舞台上，这部戏让您觉得特别感动的桥段是哪一个呢？我们塑造的这个场地叫大石村，大石村实实代代的家家户户都是以雕刻为生的，最具代表的就是老石家，还有一个老张家，啊，他们祖上呢有一些恩怨，一般的情况下是不相往来，就是说我们有了活，你干我不干，我干你不干。但是呢，老张家的闺女呢又是他的儿媳妇，他不承认的儿媳妇。当时的这个场景是52年，十多年前，也就在四几年的时候，他的大儿子石父和张家的这个姑娘叫玉琴，双双去了抗日前线。他的大儿子在3年前，也就是在49年渡江战役的时候牺牲在了渡江前线。在这3年里边，他的儿媳妇就给公爹带儿子写那么几个字，只言片语说我们挺好的，说等这个渡江战役结束了我就回来。这个石老爹啊，他本身是一个有觉悟的、有文化的一个大国工匠的形象，要么他也不会把他的二儿子和二儿媳妇送到了前线，也牺牲在了渡江前线。二儿子死了，希望大儿子还能回来，但是新中国都已经成立3年了，他怎么还不回来呀？他也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那么人民英雄纪念碑需要在大石村挑选石匠、采办石材，恰恰回来的这个人又是老张家的闺女，你说当时对他的打击有多大？祖上有恩怨，然后呢又成了儿女亲家，而且这次回来的又是他不承认的儿媳妇儿。几种的矛盾冲突啊，所以说虽然他也知道刻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一个伟大的事业，或者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是一个特别向往的这么一种工作，但是他是断然拒绝的。他不去，他就唱到说去时成双又成对，归来只有你一人。所以说都是你害的我们家，所以说这个时候对他打击特别大。这是对我一个，就是我当时表演的时候，都是已经可以说是在舞台上就是很虐情的这么一段戏。就这个人物本身他的性格和他自己的经历是最能打动您的。对对对，还有一场戏就是他在墓地，他要给他的两个儿子刻两块墓碑，他说我的两个儿子都牺牲了，他们是英雄儿女，我要为我的两个孩子刻一块墓碑，这样呢我就永远的挂斧风刀，不再雕，不再刻了，一心一意的抚养自己的小孙孙。所以说他在墓地跟两个儿子时空对话的时候，当时的那个场景也是特别打动人的。我觉得在今天我们能演这么一个人物，能通过时代之声这些栏目告诉电视机前的观众，没有这些千千万万牺牲的烈士，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啊！所以说我们一定不能忘记这些英雄，不能忘记这些英雄的人民。刚才听了王老师的这番讲解，我们感受到了看似是一个小人物，但是展现出他是他的大情怀。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当年您故事取材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这个雕塑者的后人也请到了我们的现场，让我们用掌声欢迎他。大家好，你好，欢迎您，欢迎您。我知道呀，曲阳石雕是在2006年的时候就被列入到了国家级的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名录当中了。曲阳石雕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我们西阳平村它是雕刻之乡的发源地，村西山上有矿，从汉代
跟您介绍，怎么就选了咱们曲阳的石匠人呢？在这个之前，1949年，山东临沂，烈士陵园，刘瑞芳，那是我二爷，他们已经在那儿给做了一个罗冰辉将军的雕像，还有纪念塔，后来我们村有一个是叫刘汉昭，第一任村支部书记，52年那会儿已经是北京市那个市委秘书了，他推荐，他推荐这个应该由我们曲阳雕刻之乡的匠人来雕刻，当时这领导他也不相信，就找了一个已经在京的石匠叫冉经文，让他雕一个先看看，先试试，他做了一尊毛主席像，做出来的雕塑家们一看非常逼真，他都不相信是他真实做的，后来又给了他一个门院工友的模型，让他用电信机，必须用这个电信机，那个设备我是从那个国外传过来的，相当于卡尺的意思，不变形，还用这个人家又做出来了，这才这个相信了我们曲阳的雕刻艺人。你看用两种技法，那这两次考核之后有了这样的一次结缘，咱们这样看着纪念碑来跟我们介绍介绍它的难度，它有多难，好不好？好，来，它这个是画家先画出画稿来，雕塑家再做出模型来，我们这个曲阳艺人再用这个电信机把这个模型做成一比一的石头了，再给体现出来。这个主雕叫刘冰杰，是我六爷。我也是主雕，也参加了这组副雕的雕刻。实际上，这个人民星纪念碑最大的、最难的地方就是人像镂空记忆。这是最难的。所以说，这些石雕艺人他们以前很少做这种事儿，所以说到北京培训了一年多吧。对对对。才开始。那是1952年。选了那个12名那个曲阳雕刻艺人到中央美院去培训，他让他们担任这个纪念碑的主雕。培训了以后，从正式开始的时候，雕刻的时候，这12个石匠还是不够用，又选了34名主雕，也都是副雕。有一年冬天，我听我六爷刘冰杰说，他说那个周总理到现场，他一看那我六爷手上已经那个大风刮的有裂口了。这叮嘱他们说给这工人每天那个发200两白酒，让他们这个喝了好那个御寒，工作更好更有劲儿，感受到了总理的关怀哈。对对对，而且还嘱咐他们，这个英雄们创造了历史，你们的雕刻家们要表现出来在这个纪念碑上。所以当时对于咱们匠人来说也挺有压力的啊。这个纪念碑它是1952年。8月1日开始的，58年那个4月22日竣工的，历经了将近6年。对对，他这个做完了以后，其中有10个这个雕刻艺人表现挺好，这个国家每人奖励了500块钱。当年的500块钱，我听说可以购买一个四合院。对对对对，他们没用，他们都捐出来建了一个北京建筑艺术雕塑工厂，把这些人都留在北京了。总理也说了，说这些人都是曲阳的宝贝，不能让他们散落，要组织起来，为这个国家的以后的这个十大建筑，还发挥他们的特长，还包括那个毛主席像，那是我二爷刘瑞芳，他是主雕，刘冰杰是主雕，包括我父亲当年他也参加这个毛主席纪念堂的修建、天安门重建。到我这里已经是百年传承，下边我儿子他也跟着我干。祖祖辈辈一代又一代的人全部都是从事着石匠这门技艺啊。对对对，所以说我们就唱到了子随堂到如今，根一根千年不倒的根龙，老石家人一出手，个根龙根龙地动山摇。千年不倒。好，那今天咱们一起来欣赏一下王一慧老师的这部河北梆子的现代题材的作品，请王老师给我们带来一段。好，刚才说了天底下石匠最厉害，我就为大家唱一段，我就是天底下最好的石匠。好，我们掌声欢迎。
Oh.
让无名英雄千秋万代永放光芒，让后人永记先辈遗志永不忘，人民客，人民英雄，相得益彰。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同志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54门礼炮齐响28响，象征党领导人民奋斗28年的历程，党的历史也揭开了新的篇章。卷儿来了，时代之声系列节目还在路上，那么下一段新的故事将从哪儿说起，又有什么样的时代人物在等着我们呢？让我们下期再见。